只去掉一半的明虾头，这样炸出来呢才会有元宝的造型。从腰部改刀要改得深一些，这是元宝造型的第二个要点。改好的虾加盐、料酒、生粉拌匀，油温七成热时倒入虾炸至，当虾变色时控油捞出。锅中加油、水、白糖，慢慢炒出糖色，加水、番茄酱、姜丝，还有最提味的桂花酱，熬成酱汁，再放入炸好的虾，裹上味的桂花元宝虾就完成了。